说了，那个是口水而已哦。你就怎么都还一直在滴口水啊？吃完再说。那芒果的那个水啊，从那边滴下来的。芒果。那叫影片。日本要吃水果就很贵了。哎呀，他每天吃凤梨就好了。哪有，昨天凤梨都不吃。是啊，要吃的。吃东西不要做这样呢。晋级的芒果，这个是去哪里玩？台北捷运的，这个也是台北捷运101。晋级的巨人，这是家乐福，这是复仇者联盟，这个是韩国，这个是小屁孩。